然后我呢，无意间启动了这个游戏。本来今天直播是想给大家随便玩一玩的，但是我发现这个游戏默认启动键是 VR 版的。那么既然是 VR 版的，我们就玩 VR 版。好，我要跟您其他主播不一样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开始游戏。哦，这个游戏不能用手柄啊，要用鼠标和键盘操作，所以说手柄是没有用的。说实话，这么感觉玩 VR 有一种别样的感觉。OK。泰国应该是比较常见的这些东西啊，饰品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有钥匙，感觉钥匙近在咫尺，这好吵，关掉啊，别吵，导演。药效，哎呦，哦，我忘了带 VR 了。What？你不要吓我啊！Hey, you. 刚才有人吗？好像是有人呢。Shift, right. 可以跑不过我觉得用鼠标边 VR 的话，操作会有点晕，我感觉。知道吗？就是有点感觉，把这画面拉到脸前的感觉。Oh my god！小姐姐，是不是小姐姐？是不是小姐？我想晕，什么都没有。血脚印哦。太吓人了，啥东西突然就来鬼啊！我靠！